Good to be.好，比赛开始啊。塔萨要开球，行。把麦放进去啊。这球右边地带可以进攻啊。这球高杆跟过来啊，叫黑球。看看准度，对呀、啊，上来第一件的打击，你好，这球看看啊，发力 K 还是新 K？发力 K 了，哎，运气不好，这球没得打了啊。小特 K 球呢，一般就是喜欢这种啊，发大力去 K 啊，管他三七二十一，把球炸得越散越好。小特 K 球这种球风确实大开大合啊，能不走细位绝对不走细位啊。可以啊，得看啊，有的位置我可以画一下。明天就这四个人去，还是都去啊？都可以啊，看他们的，愿意去都去都你没跟问他题。说了吗？没有，没有。我要跟他们说一下。可以，你问问他。我把这扔了吧。这球防守的位置，他擦呀，应该只能还是放回到底库来啊。好球！这球星现在主要是中袋啊，左边中袋这个位置很难受，所以防守的时候一定要防住这颗球。这个球啊，这个球应该还是弹一库回来吧，还是这个塔萨一样的线路回来，左边这边来轻了一点啊。看看啊，看看左边的这个中袋会不会去推啊？这就可以考虑借下啊，借下，对对对，直接能弹啊，没防住根本就啊。哎，看看难球还能不能打？这就可以打黄球啊，也可以打黄球。看看准度，好球。白球没有刻意去叫位啊，这一杆，因为红球比较散啊。这球可以去打这个红球啊，因为他左手位嘛，正好打这个红球可以叫黑球，啊，高杆推一库叫黑球，哎，后了，这球打虚，这个力打虚了啊，这个球打的，把大好的机会拱手相让啊。这样的话，这个球形对小特来讲还是非常不错啊。对，这球其实挺关键的啊，当然得看啊，看这盘球小特能不能打完。高杆加成左塞去叫难球了啊，难球的力度，这个力度稍微大了一点啊。
本意是想校成一个向上的角度去校中袋的红球，现在这角度稍微的小了一点，比较尴尬这角度啊，直接呢 K 球堆了，好球啊，漂亮啊！稍等，我接个电话啊。15. 22. 对。这一杆太可惜了啊！这个球力量忒虚了啊！这有点，还是有点犹豫。这一杆打的啊，较难球。好，这个角度应该看看能不能叫到右边的中袋啊。这个球叫得很细啊。刚好避开了红球啊，叫到右边中袋，这角度可以推上来叫黑球啊，推上来叫黑球，一库了。这球也可以啊。可以去叫左边、右边中袋，也可以去叫左边底袋啊。同时叫这两个球，先打底袋啊，这左手位非常舒服。高杆推一库，太严肃了。到右边中袋啊，这个球形的话，看看啊，再打掉两到三个红球啊，打得很快啊，打得很快。现在看看这个红球啊，这个红球右边底袋够不够打？如果够打的话，可以去叫这个球，高杆啊，蹬一库。对，小特现在非常沉稳啊，小特现在球风确实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成熟。对，我在北京啊，哎，这球正好可以低杆啊，低杆拉一库，还是叫这个红球啊，低杆一库，这角度可以直接低杆横台了。小丁是28号吧？28号凌晨嘛。对，北京下雨了啊。嗯，现在已经是超分了啊，已经超分了，很快呀，这个节奏非常快啊。哎，打高了，不过分数现在领先太多了，71分。右上方顶带啊，后边门没关啊，有点亮是吧？对。准啊！中高杆的话，这种就是因为它发力太大了，所以肯定会不好控制啊。如果是中立的话，可能还好一点。像它那种发那么大力的话，就是打点确实是很容易那个失控啊。刚才那一杆就是打高了，吃到了带角。打菜的这种失误还是要尽量避免呀。本来是一个自己的很少的很好的一个上手机会啊，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啊，每一局当中一定要尽量避免。很轻松啊，看看能不能过百啊，这球线还可以有机会过百的。
飞上来叫飞球啊。嗯，打薄了一点啊。轻轻一推就行，厚了，厚了啊！这球因为刚才红球打薄了，所以白球高杆推过去啊，走的稍微多了一点，黑球角度大了啊，这一杆，要不然有机会过百。学球一个月200嘛，那是对，这是线上的会员啊，线上会员一个月是200啊，一年是900。石春霞对。他的斯诺克在中国的话，应该是打的算是最好的吧。啊，不过现在好像也出了几个小孩，好像也挺厉害。啊，线上对线上的话就是比较方便一点嘛。咱们那个线上视频的话，你这个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看啊，只要有手机有电脑都能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教学课程。而且我们的课程的话，因为视频拍摄的比较全啊，内容比较丰富，也学不好呀，得练得练。就是说，咱们不能光看啊，看完之后还得有时间练。我们，每周啊，我们现在有一个这种线上训练营，就是保姆训练营，这个可以跟着我们的课程，这个每天啊，按照我们的这训练计划来练球。周月龙吗？周月龙应该是今天晚上9点半吧。有啊，我们的都是一些八球的这个系统课程，可以去看看啊，可以去看看。好，这个就开得好。可能沉底了啊，这球只能沉底了。看看小特这一杆怎么打，要打上方的那个红球的话，需要打得很准啊，才能防啊。这球上方红球好像不太好打。对，周云龙一直是这种风格啊，他比较稳，比较稳啊，他的技战术运用其实还是非常不错。哎，姚宇你好，这球往台面上方打还是会有风险了。选择贴黑球，轻了啊，轻了。看看这一杆啊，看看这一杆会怎么打，会不会往这个方向去打？然后白球放到这个位置来啊，力度，轻了一点啊。这样的话，中带上方的红球可以去打，但是不是进攻啊？可以考虑防守。这个是带了一个左塞啊，左塞，摆球吃库之后啊，改变了线路啊。这球啊，这球两库，对，我前两天回郴州了啊。看看这个球的线路啊，往这个位置打。打厚了啊，往这个线路走，撞到了绿球啊。斯诺克跟八球的发力的话，因为球大小不一样，斯诺克的球轻一点，这球小特可以进攻啊，想去攻的话，反正有一定风险啊。斯诺克的球轻嘛，它的发力感觉还是不一样，哎，还是选择防守，连攻带防啊。红球堆右下角的红球，连攻带防啊，漂亮！这球打进，中式不是，应该是斯诺克出杆速度更快，中式的出杆呢送杆更多一点。这个球打得真准啊，中低杆的左塞啊，一个开球的线路，四库回来，
打进之后叫到绿球，好，这样就有机会上手啊。绿球用一个中低杆的右塞啊，叫到黑球上方的红球，哟，这球打中了一点啊，完，很尴尬的一个位置啊，力量大了啊，力量大了，可能还有下，还有下的话得打低杆啊，他低杆接红球出去啊，但这个角度非常薄了，就是角度非常大。还有下啊，加塞发力打，发力打不会啊，他不会走弧线，小力打会走弧线啊，就是说长台的话，发大力他其实不会走弧线啊。果然啊，果然，也是这个强行进攻啊，角度太大，果然打丢了啊，这一杆给了。塔擦呀，一个好机会啊！塔擦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啊！斯诺克杆法球倾效杆法效果会强一点嘛？应该说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有些小低杆什么的，效果会更明显一点啊，好打一点。这 我名字怎么读啊？那名字念横啊，王横的横。但这球形还挺麻烦，看看黑球有没有下啊？黑球要是有左边有下的话，可以用一个中低杆往这个位置叫。打的好像不是中低杆呀。哎，这球有点运气啊，刚刚好，顶开红球了，漂亮啊！看看塔菜亚能不能把握机会啊？王横的横，对对对，一个木字旁加个引号的行啊。再把黑球右边这个红球打掉，用一这个红球啊，黑球的话最好叫一点点，叫直一点啊，然后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这样再把看看能不能，这不知道什么角度啊，能不能叫到这个红球？现在这个红球是关键啊。这球可能太角度不好，低杆右塞要叫的，叫一点向下的角度，因为现在这个红球挡住了黑球右边底带的下球线路，啊，低杆拉回来一点，今天资格赛选手啊，其实都是这样，往年也是这样，资格赛选手的第一轮的状态应该都会比种子选手要好。啊，因为他们的手感是，就是刚打完资格赛嘛，手感是正热的。好，这个球一定要留好角度了啊。现在塔擦亚没有刻意去留出一个向下角度啊，这两个球根本就没有去管。这球不太舒服啊，就看看要不要去叫中带啊。这个角度蹬过来一点，中高杆往前蹬一点，啊，往这个位置蹬过来一点，脚中带啊。其实应该还是要尽早处理黑球下方的两个红球啊。这个角度就开始尴尬了啊。对，线上课程有视频，也有我们的那个，这球有点进电。这白球明显的跳了一下啊，有进电，推过去啊，叫左边边库的这个红球底带，左手位啊，尽量的叫的手下舒服点，但是这球不行啊，这球够不到了应该啊，看看身材怎么样啊，对，是新蕊不是，对对对，没错啊，新旧的新，今天问了七哥，对，秦皇岛有咱们的一个职业培训基地。这样打起来就难啊！这杆杆的得叫难球啊，得往叫低分值的彩球啊，这球必须用低杆打。刚才打擦呀，还是应该提前留好角度，叫黑球下方的红球才好。这球拿加长靶打低杆不好打了，这肯定不好打。
这杆可以不用太强行交位啊，第一杆拉回去一点叫难叫黄球就可以啊。黑球肯定是没下了，球拿加长把打就是没法用打，还是看看啊，可以啊，可以上十节课没问题啊。这个角度黄球角度不舒服啊，没法叫红球了吧？直接交一中远台的红球啊！哎，看看这一杆啊，是叫黑球还是叫难球？这球可以是这样啊，可以是这样来叫，啊，也可以用低杆啊，低杆拉回叫难球也可以，准啊！这球打得真准。不过这个角度，终于推过来叫到右边这个红球了啊！对，它远台准度真好，角度还能叫到黑球吗？哎，没了。这回应该是没了，领先46分啊，可以防一杆，把绿球打死啊，白球放在用咖啡球来做啊，把绿球踢到库边上去，对，漂亮的一杆，这个防得很好，但是应该能打啊，还是能打很薄，这球应该是能打到啊，应该是能打到。看看还能不能往这个方向去啊？还能打很厚啊，这球啊！对，那个红球应该确实应该早点处理啊。这样黑球又踢死了啊，所以这盘球。领先是46分啊，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时候他擦下防守，就是对，尽量的不要破坏现在这个局面啊，打乱一点，打厚了，这一杆打得太厚了，完了。还好红球中袋没有漏啊。微信啊，想学球的话，加我们的微信客服啊，185-15885-147，这个还可以。这球效果还不错，想进攻没有很好的进攻机会啊。其实现场教学跟视频教学的唯一区别就是，现场教学能够看到学员的每一杆的击球啊，问题在哪。但是理论的东西其实是差不多的啊，真准啊！看看力度。屏幕上打一下，稍等啊，再这样，屏幕右下角啊，左下角。我们这个教学的会非常的全面啊，从零基础开始，一直到这个别顶到难球啊，一直到业余高手吧，所具备的所有的知识啊，全都有，全都有。对，头条那个短视频教程都是我的啊，没错，没错。这局可能只能打最下方的红球啊，这用一个中高杆加一点左塞啊，去叫到难球。这个球力量不知道能不能低杆，能不能往这边走啊？感觉有点大，角度有点大啊。哎，直接推一库了，好球。这样可以围绕难球来进攻啊，单杆50分啊，可以啊，可以提高啊，没问题。小特想去叫黑球吗？感觉这有点冒险啊。对，这些还是用围绕难球打啊，围绕难球打，把分数先追回来。
轻轻一点，先叫右边中带可以啊。39岁，单杆450分，这都可以啊，都没问题。咱们业余爱好者学球的话，其实这个跟年龄啊、跟水平都没关系啊，只要是自己喜欢啊，喜欢打，想提高，我们都可以去按照这种我们的这种课程去给大家布置那种训练和课程啊。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绿球的作用啊，绿球的话会对于小特青苔来讲造成难度。球叫到了一个粉球，看看啊，可以直接这么过来啊。好球，上海马上就有啊，中低杆的左塞啊，刚才是一个，这个角度看看是叫粉球中带还是弹起来力度，好球啊，好，关键球看绿球了啊，太看不清李航，怎么了？你看这一杆啊，这一杆角度怎么样？有没有角度来 K？ 中高杆发力的右塞，哎，漂亮！啊，我没主播播呀，嗯，好吧，好吧。刚才粉球啊，因为男球它男球过度那几杆就是怎么说呢，只有两三个红球了嘛，球红球不多，完全是可以围绕男球来打完的啊。哎，这球关键球啊，打进又赢了，打进赢了，我觉得塔菜啊很容易崩盘啊，这样塔菜有机会啊。这个中带能打。不过这个球可能不能发力了啊，这球打进的话叫咖啡球不好叫，这球没法发力。看看打进之后要不要直接就叫一个中远台，还是发力去打了，厉害。这是一个中杆的左塞啊，三库啊，漂亮啊，漂亮漂亮，这一杆漂亮啊，球高杆一推，不用啊，这就是直接高杆右塞啊，高杆右塞一推啊，两库，完美，啊，打进超分。厉害啊，这两个人打球非常好看啊，很快，嗯，20分钟两盘球啊。在好像是在闵行区吧，啊，领先20分啊，小特看看会不会啊，没有了。小特架杆那个绿球不应该啊 ，K 的多好。这个没法做，因为黑球贴库的，这个球咋做呀？他先把黑球给他 K 出来，才能做斯诺克。对，下周吧，下周我应该会抽时间去一趟那个培训的这个基地啊，然后去完之后，到时候会在我们的微信公号公布一下，好吧？那帮我倒杯水。因为孙雪在那个直播呢，对，这两个人打球的风格真好啊，这看着多爽快是吧？观众看着也爽快。它不是一个球房啊，它就是一个培训基地啊。嗯，世锦赛对，
小特这边还不好说啊，现在不好说。7-4的优势其实说大也不大啊，瞬间就能追回来。小丁啊，小丁夺冠，哎呀，希望他夺冠吧，但是看好他，说实话，今年真的，他还是没有那种被看好的那种，怎么说呢？更看好还是罗伯逊，对吧？然后，奥萨利文已经被淘汰了，然后就看，塞尔比、小特，啊，然后小辉，他们四个吧。老马，哎呀，老马真是，老马去年世锦赛就是一大匹黑马。墨菲啊，墨菲跟罗伯逊他们的争一个。今年整个状态都不好。哎，这球可不可以连打带防啊？哎，这球也是可以打薄了一点，如果打厚的话，这个球可能出不来。这球有线路啊，沉底啊，选择这个塔擦呀，防守啊，不是，完，这防守是其实可以打红球堆的啊，他选择了打最右边的那个红球，确实是增加难度了。这个防守太失败了。看看导播会不会给出一画面啊？这杆，对，这球可以考虑啊，看看这杆怎么交位，应该是没好好练球，轻轻的推过来，看看角度，看看是不是直球啊？高杆能跟过来。有点角度啊。这个球，塔萨呀，反而打的有点那个什么，他就是打应该打红球堆就好了，能打能打，这个黑球还能打，啊，正好推一库啊，推一库可以去顶这个，哎呀，怎么打那么歪？就没看出来怎么打那么歪，对，2次140都是他打的，特别可惜啊。你好，这球歪太多了。这一杆防守要考虑这个红球啊。先把红球打跑啊，第一杆拉回去防一杆，看看效果，红球不错不错，应该都坐上了。大家下午好啊。对，小特这一杆反正没把握好机会啊，这状态。感谢二元啊，感谢二元送的礼物啊。对，这两库解红球，这个力度非常合适。这一杆会不会有没有进攻啊？左上方顶带，哦，想防守，想贴在黑球的后面啊，心思还没有呢。对球杆呀，应该还好吧？啊，应该还好。这球还能打，打上方的红球高杆啊，停在黄球后面。看看这一杆塔擦呀会怎么去打。这球防的话，说实话还真不太好防啊。进攻的话倒是有一颗球可以往里头打，白球可以
右边的这个。完，中带啊，中带能打了这一杆。对，他俩的风格比较接近啊，里索夫斯基跟塔查亚，他俩基本上风格是挺接近的。哎，底带啊，大家可以看看小特啊，小特瞄白球瞄的特别偏右啊，小特状态不行啊，漏了。小特的状态准度啊。感谢杰哥啊，感谢杰哥送的啤酒。小特要调整一下了。这一盘如果塔萨亚能把握机会，好，这一球可以用一个中低杆的右塞啊。哎我去，这俩人什么情况？这球打的。两人相互被传染呀，多好的机会呀，给了小特一个喘息的机会。我操，全是惊喜，这球打的有点看不明白了啊。这球也没打进去，这啥情况？真的，这都是非常简单，这两个球真的，对呀、啊，两个人打得有点快，主要是啊，就是两人现在都比较着急，感觉啊都在打快，管他进不进的，先快起来。好球，这时候就看谁先稳住啊，先找回节奏。其实就说白了，就是节奏有点乱了，两个人打的。篮球看够不够打，篮球够打的话还真不错啊。哎，好像还够啊，回来就行。好球，推过来啊。啊，是吗？我感觉带口也不小了。看看这个球有没有角度，往这个位置叫啊。好球，现在关键看这个红球，这红球还没下的话，那就得没有办法去叫位了，只能叫底库的红球了。这颗球要是没下球的话，就可以考虑 K 球啊，考虑来直接 K 啊。中低杆的右塞 K 球，效果，看看运气还真不错啊，中带能打，这球中带能打，但这球需要一点准度啊。看看准度，好球。这是低搓啊，低搓。这球篮球可以考虑这样啊，发点力，中低杆的。他用高杆打的呀，高杆得避开绿球，哎，感觉用高杆打有点冒险啊，真是不应该用高杆打。用中低杆的右塞这么过来其实是可以的。是有可能的啊，刚才那线了。看看还有没有人打，还想进攻，还想进攻啊。运气还不错啊，把右边的红球给防住了。
小特要尽快的把节奏控制一下啊，这个球可以打塌了啊，打塌了白球还是往这个位置去啊。这一杆小特看看有没有线路啊，从红球的这个位置出来，别 K 粉的了，差一点啊。打擦也，这球可以考虑进攻啊，这个红球是可以打的，当然也有风险啊，也有风险。这球有风险啊！看看，哎呀，果然是没打进啊，手软还是手软。但主要是这个角度比较尴尬，比较尴尬。他是需要收力去打，他收力去叫黑球啊，这种远台收力去打，准度会肯定会受很大影响啊。不过这球好像还好，黑球右边没下，高杆一库，看看能不能推回来再叫这边来啊！我。力量大了，小特现在手风不顺啊，小特现在需要，你好啊，这个球往黄球后面来，力量力量。大了一点啊！这球防守线路倒是有很多啊，可以考虑打他，还往这个位置来啊！哇，加了很强的右塞。看看小特怎么打，可以去进攻啊，就是看看能不能逃出去了这球，打低了，打厚了，这球星打得很乱呀，这两个人这盘球星打的，打乱了，打乱了，对，运气还不错，打太厚了，这打厚了啊。要打进的话，应该是 K 不到那个红球的。哇，我们感觉他想进攻啊，真狠啊！这两个人打球特别有意思啊，不防啊，这球哥塞尔比肯定往死里，这肯定要防呢。这是进攻攻进的可能性很小，对，这样小特可以防啊，打一个那个定杆的感觉啊。是，但这种防守没有，防不住呀。你这个防其实是低质量的防守。看这一杆小特的话，给他弹擦一下防守来讲，就会有难度了。对，这一杆很关键啊，导播给的这一杆。9点半呀，我一会儿7点会直播教学啊，因为我这是有一个教学的一个任务，一会儿7点到9点。所以播完以后，应该是播不了周云龙的比赛了。周云龙的话，应该这个中袋打是能打呀，打不进的话绝对漏啊！啊，这个中袋白球贴库啊，很难推进的啊。看看吧，他好像是真打了，是真准，厉害啊，厉害！这两个人打球特别好看啊，这样又有机会上手啊，这个球很舒服。高杆跟过来，叫左边的红球啊！对，这球打得真厉害。哎呦我去，不能夸呀！Settle down, please. 你这不能夸，这多漂亮的红球啊！这个黑球对直没打进去。
哎，小特选择把球先 K 出来一个。今天教角度球啊，教15度底带的角度球。对，这红球中袋真的是，这一下小特有机会了，可以看看左边底带够不够。这个球怎么会被推进去呢？笔直的球啊，有啊，有美女学员啊，咱们的美女主播静和啊，静和，就还是这个直播间，还是这个直播间啊。这就，但是好像这是一个，我得跟大家说一下，这应该是付费直播间。这杆低杆没出来啊，低杆没出来，本意应该是想叫粉球的右上方顶带，想叫直的啊，结果这个球低杆没打出来，角度大了。这下尴尬了，这球不好打，这叫位很细呀、啊，这叫右边底库，好球！昨天呀、啊，这还好没播呀、啊，心塞呀、啊，啊，多难受啊！昨天我在看啊，我昨天在看，但是确实没播他的，看看准度，这种贴库球啊。没问题呀、啊，不过这球形要打完的话，这几个球都要红球都要打掉啊。先高杆跟过去打右边中袋，这两个球不好叫位啊，这两个红球都不好叫，可以考虑先去叫这个。如果说不 K 的话啊，可以用难球啊。先去叫这个红球，叫这个红球呢，然后留个角度叫黑球，黑球叫这个红球，啊，比如现在这个球啊，看看能不能高杆跟过来啊。欧神啊，我知道，哎，小特看看这一杆会不会叫左边边库的啊？没有，直接 K 了，效果不好。还是想 K 啊，不想冒险去那个直接去进攻红球啊。哼，小特现在也是非常沉稳，总是面无表情啊，觉得他。这球防得真好，白球贴库啊，这球要稍微打厚一点。不能打特别薄，打特别薄容易停袋口。看看，果然啊，这球停袋口了。这对于小特来讲，这就算是袋口。看看准度啊！哎呦，够歪的这个。漏了。左边中袋，火老师啊，火老师感觉状态确实没起来，第一轮啊，可能还是没有进入状态啊，感觉准备的不是很充分啊。打擦呀，这球啊，失误太多了。漏了，中袋够打了。两个人这两盘打的其实失误都挺多的啊，感谢大鲨鱼啊，感谢大鲨鱼送的加油包，感谢。回首又见他送了加油包啊！对，两个人都挺浪的啊，各种漏啊，难求，推一库啊，推一库，中高杆啊，推一库，加一点右塞 对，确实是，他是远小特远台准度没有以前好，确实是，但是防守啊，稳定性啊，围球啊，比原来强了不少啊，确实围球。跟防守强了不少。看看这一杆啊，现在领先14分，14分肯定要打绿球啊。这球角度不太舒服啊。轻了啊，还可以，这角度能接受啊。看看绿球怎么叫，绿球能不能叫左边中袋来？
国体。21分啊，打进绿球超分。这个球左上方顶带，比较直一点。好球，超分啊！7-5。对，小特超分之后那杆法秀的，真的。翻带了，对，希金斯翻带一直很厉害啊，希金斯的翻带啊，这种传球好像都挺厉害的，这些方面确实厉害。好，这一杆可以秀一杆啊。中杆的右塞三库。感谢晴天啊送的加油包。又接回一盘，对，传球范德利，围球是奥萨利文是吧？准，以前准度是小特，还有马威啊。这两个人的失误也比较多啊，对攻大战，感觉就是打得有点快。就两个人的这个节奏啊，都有点飘啊，都是，就是两人双方带的快了，没有一个人给稳住了。小辉啊，小辉强项是控球啊，小辉的一直强项，他对白球的控制啊，就是比较精细，确实比较精细啊。只不过小辉就是属于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打不顺。啊，小辉有时候打球吧，感觉球风不是很节奏感，我感觉没有那么顺啊，看上去。防守塞尔比啊，防守当然塞尔比了。小辉是控球，他防守强是体也是体现在小辉的白球控制上，非常非常精细。因为我记得戴维斯对小辉的评价嘛，好多国外选手对小辉的评价就是他的控球太精细了，太精细了。因为确实是小辉，我知道他练球的时候，我们以前就听说过嘛，他小时候练球啊，他练舌彩那些各种那种球形的时候啊，走位要求很高的。对，准度应该是马威，然后马克，还有那个小特嘛，就是小辉的球风不是节奏感不是很顺感觉。他要是小辉要是打球像他平时那个节奏，要是能把节奏打顺的话，其实很好看的，他的球很好看的。萝卜也是不是进球机器嘛？感谢啊，新锐台球阿杰送的啤酒，这是咱们的学员吧，阿杰。对，就是确实是太犀利了。我能打赢李航吗？李航，我们打过，我们以前经常打，他在我的俱乐部，我们俩没少打，肯定打不过他。人家在英国打那么多职业赛，啊，但是当时在同门，我当时赢过他好几回，但是水平肯定还是不如人家。对，萝卜就是一个机器嘛，进球机器嘛。所以每个人每个人的风格吧，啊，塞尔比那防守那心态，那绝对是一绝。小辉真的，我觉得他要是节奏感要是上来了，其实有一年世锦赛，有两年世锦赛，他小辉那个节奏感挺好的，他过百率多高啊，就是让塞尔比给压制住了。好像又漏了这个球，开球有下啊，看看能不能绕出来啊。我知道有惨剧，哎，这球没法进攻了啊！不会还攻吧？啊，吓我一跳，应该是轻贴的，对的。对，罗伯逊的单赛季制造的那个100杆过百嘛，是吧？
感谢阿杰啊，阿杰是不是我们的学员啊？反正罗伯逊这个赛季又回来了，状态又回来了，两库啊，两库就勾一个薄边，白球回去，没勾到啊。对，赵欣彤够准，赵欣彤也挺准，但是准的这，哟，他才要进攻啊，有那么狠吗？他三亚挺有意思，这球也攻了，好球，够硬啊！俩人的风格都那么像了。这就看谁更狠更准啊，这时候就看谁失误少吧。我觉得塔擦也的球风也确实是俩人挺接近的，对，一定要稳住啊！打篮球，一杆横台，这个角度，看看这个红球有没有？这个红球有的话，那很舒服啊！哎我去！他呀，这球就是真的是让人，这个咋看呢？该进的，不该进的进了，该进的老掉，老是自己上手，然后把机会送给小特，这么打，嗯。这么打肯定会逆转了，哎，这球可以去来叫黑球啊，可以高杆一库，高杆一库往这边推就完了。这个球小低杆一点。心态，这感觉要崩了啊！我感觉他擦呀，这两杆打的，不过还好，是不是打完这一盘该中场休息15分钟啊？哦，我这播的太少了，大家可能都确实是都不知道，这个角度看看是什么样的啊？是不是比较直啊？比较直的话，就高杆跟过来一点，嗯。这是四蹬过来的啊，蹬过来。大家可以关注我直播间啊，关注一下，点关注。这样的话，我直播的时候可以大家有个提醒啊。最近的话，世锦赛我肯定会经常播啊，尤其是小辉的比赛。我播的老要会员看啊，教学的是要会员看啊，但是这个平常这个解说比赛是不需要，大家都能看，好吧？破灰吧也可以啊。但我只在这个直播间，好吧？今天播到7点，晚上可能不播了。晚上7点我有教学，主要是啊，这球没踢好啊。小特这种 K 球确实是要比那些顶尖的要没他们细腻啊，没他们细腻。顶正了啊，顶正了，顶薄一点就好一点。高杆跟过去，叫篮球。对，这种球中带对小特来讲应该没什么问题。力度稍微大了一点啊，看看这一杆角度，看看这球能不能立起杆尾来打啊，能不能立起杆尾来打啊，可以高杆推过来啊，轻推角度够，直接推过来就可以。嗯，中带底带都可以。36低杆啊，继续叫篮球，力度，把球，现在看看这个红球有没有下，这个红球有的话可以用低杆来打，还是叫到这个位置来啊，要没有的话呢，那就可以看看啊，
角度高杆能不能推过来？直接 K 了，直接 K，好球。42。没有，一个小特，一个，小灰啊，他们两个人都没拿过这个世锦赛冠军啊，所以我估计，今年吧，今年看看他们俩谁有机会吧。真的，其实特别希望这个小灰啊，特别希望小灰拿一个，这个力量又稍微大了一点。球高杆推一库应该是可以啊，高杆加点右塞推一库，推一库起来啊。加右塞推一个起来，小特没有，小特没有，小特跟小灰他们俩都没拿，黑球右边底弹应该够打，这盘球塔菜亚应该就悬了啊，领先36分，再打进三个红球，肯定他们还有三个比较好打的红球啊。低杆加右塞啊，去叫红球底带，右边底带，感觉不是浪啊，现在感觉塔擦亚有点绷不住啊，塔擦亚有点像之前那个谁似的，那个赵新童似的，打的这个关键球可能有点绷不住啊，还是没那么稳，这角度有点大啊，这球看看。不知道能不能停住了啊？这球有点，看看低杆能不能往这边走啊？还可以往这边，力度应该是挡住了。62。角度太大了，角度太大了，这就停不住了。应该打低杆往右边走会好一点。右边中袋，薄了，哎，现在还没有超分啊，1049分。对，小特进过一次决赛，进过两次决赛吧，之前对宾汉姆也是那个也是决赛吧，哎。是啊，不是，对宾汉姆是半决赛。那一次其实也挺可惜的，对，那一次半决赛输给宾汉姆那一次也挺可惜的，说是发烧了还是怎么着？看看这一杆准度，没问题啊，这样就超分了啊，打进黑就超分啊，追回两盘，7-6。这个比分，这就不好说啦。他擦呀，这个就不好说了啊。现在新瑞台球基地啊，那个上海马上会有一个啊，北京有两个，北京一个在高碑店，还有一个在那个丽骏啊，丽骏的这是我们那个新合作的一个场馆，一个非常奢华的一个高端台球俱乐部啊，可能有的人会听说过。这个俱乐部呢，会有。如果是有中欧冠赛的时候啊，或者是国内有斯诺克这种大赛的时候，像小辉啊、丁俊晖、奥沙利文都会来啊，都会来。几月份开始招生啊？5月吧。哇，蒙下了。再来。黑球啊，来看看，开始表演吧。对，我在北京啊，然后秦皇岛也有个，秦皇岛是我们的职业培训基地，啊，如果想走职业的话，也可以来。25。对，拿过英锦赛，拿过大师赛，都拿过啊。一个他，一个小辉，唯独就是缺世锦赛了啊。他们80后里面唯独都是缺世锦赛，是高杆的，带了一点左塞啊，三库。也是在我们这报名啊，在微信公号加我们的微信客服，185-1588-5147啊，薄了。
啊，对，秦皇岛那个就在山海关啊，这边节奏非常快。咱们来看看李航那边吧，这边打两盘啊，这个节奏完全不一样啊。深圳目前没有啊，现在只有北京，然后秦皇岛啊，上海应该是马上要开。再来看看这边，这边我估计就是力度还好啊，左边的比赛应该能打。15，两局结束已经很快了。李航这得了15分了，应该是进球了吧？讲完了吧？再一次，早上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对，我还是以教练为主啊，教学还是得需要我。哎，这个用一个中杆啊，往这位置叫就行。霍金斯打球的风格真的是太稳了啊，太稳了。高杆推过来，这样打进这个红球之后，这球形啊，大家可以看。基本上不用 K 啊，没有一颗球需要 K 的，都有单下，啊，全都有单下。看看李航能不能尽早赢一盘，中带啊，中带，就往这个位置走中带啊。31。现在看这个红球左边底带有打，这两红球右边底带有打，所以这球根本不用 K 球。高杆推过去叫粉球，啊，这个粉球呢可以第一杆拉回来啊，第一杆拉回来，继续叫左边红球的中底带，是不是角度有点大？可能是不是第一杆拉不回来啊？30岁可以走职业吗？那就会有点难啊，这球。应该是可以啊，第一杆能拉回来啊，嗯，没问题。这球推最后这个球最好还是叫粉球好一点啊，这球尽量的别叫黑球，第一杆拉回叫粉球啊，叫粉球的话小第一杆一点，叫直一点啊，然后再一个小第一杆一点。这球好像三个球，现在这个球应该也有下了啊，所以这球叫位可以叫好几个了。30岁，因为打职业赛最少得3到5年的时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压力很大的。这3到5年的时间，你需要不断的付出啊，每天跟上班一样。嗯，这就推过来，可以叫粉球右边中带啊，左边中带啊。46。这角度好像有一点大吧，不知道小低杆能不能直接停住了。这球好像还有点，这球有点不舒服啊。这角度大不大，小不小？领先38，这球怎么打的？看看，小的应该停不住啊！哇，真打底带啊！打底带没那么准呐、啊。李航把握机会啊，这盘球形很好的机会啊。对，就是他们的准度还是不如像刚才那一桌那两个啊。One. 哎，叫粉球啊，这球叫粉球，右边中带定在那儿，嗯，应该有点角度，小低杆一点啊。这个红球肯定是有单下的啊，
小特啊，小特现在追到6-7，落后一盘啊，非常厉害啊。推过来一点，小特跟萝卜，现在来看还是萝卜厉害一点，萝卜的成绩比他好啊，萝卜的这个冠军数量还有这个质量都比他高一点，萝卜好歹拿过世锦赛冠军的。这球高杆啊，中高杆蹬一库，可以从粉球右边啊，从粉球右边过去。我的名字练横啊，哎呦，李航，李航这个状态。对啊 ，eight。鲁林啊，鲁林其实最近我没怎么看打球，我知道鲁林的球呢，就是还是有一些那个特点的，但是。嗯，最近很少看了。李航这状态不行啊，李航这感觉慌啊，有点慌啊，没有进入状态。啊，对，我 L 跟 N 确实不分哎，我这个就能听出来是吧？很多人都说我这个 L 跟 N 我分不清啊。能达到什么水平啊？得看你现在什么水平。你现在如果是一般能涨一级，差不多。如果你是二级，能到三级；如果是三级的话，能到四级，涨一级差不多吧，就能让自己一个后一。对，南方的估计 L 跟 N 挺难分的吧？我还好，我就是跟 L 跟 N 不分。还有的不是那个 F 跟 H 的不分的吗？15。李航有没有打过147？我还真不知道，肯定140以上是肯定是有的啊。18。李航，3个月啊？对啊，这我不敢跟你多说呀，因为从三级到四级挺难的，啊，就是从三级到四级要想提高，确实挺难的啊。对，这个是高碑店啊，高碑店。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啊，中关村丽郡啊，也是有一个这个培训基地。然后秦皇岛有一个啊，秦皇岛有一个。我这个就是自然白了啊。周跃龙啊，梁博，对，梁博有147，我知道。梁博是打过2个147。对，想学球这样学球加我们的微信客服啊。屏幕左下方，18515888547，大家加一下啊，18515888547，啊。李航得调整状态啊，李航这个状态不好，刚才那盘球形其实挺好。测级别啊，测级别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搜索"新锐台球"，啊，那个上面有一个考试认证啊，那里面会有那个题型的介绍。嗯，鲁大师嘛，号称他也是赢过不少高手的啊。只能看视频，没时间练球啊，没时间练球不行啊。小特现在是6-7，落后一盘啊，打了28年台球，水平还是一级。你只要能按照我们的课程的要求去练，就没问题啊，就没问题。就是很多爱好者他是为什么进步慢了，是因为他总是在走弯路啊，他没有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去练球，所以呢他会就是很多东西啊就是容易停止不前。其实如果是有一个正确的方向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30岁没问题啊。我们这里应该很多都是30岁的，30岁是哪一年？89的是吧？有我们这还84、85的啊。怎么算一级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一级就是属于零基础的啊，就是刚开始打球那个阶段，大概球龄在3个月以内吧。然后二级属于就是会打球，也能打进一些简单的球，但是呢这个杆法呢也会打，但是不会用啊，不知道怎么去校位。3级属于会走位了，然后偶尔也会一杆清台，但是清台率很低，可能是隔一段时间清一次那种。
到四级，四级就属于有一定的青苔率，比如十盘当中能清一到两盘啊，这是四级。到五级就属于业余比较厉害的高手了，比如说球房的第一杆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啊，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六级就属于当地的这个第一杆这样的高手了，属于业余顶尖的，也到职业水平了。所以大家应该大概明白自己在什么水平段了吧？啊，然后通过这个分级就可以区分开大家应该学什么啊，应该练什么。其实每个阶段练的东西不一样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系统课程啊，这个一级一级的去练。只要大家能按照我们的要求去练的话呢，其实是进步会非常快的啊。就怕呢有些人呢会有这种误区啊，容易走弯路，可能。雷鸣啊，雷鸣应该是算五级啊，他到不了六 Settle 级，down, please. 他缺乏高手的这种 Frame 高质量对抗。4. Lee Hang to break. 其实雷鸣的球技可以到六级，但他的对抗能力没到，他缺乏，他身边没有跟他能对抗的这个选手。啊，对。雷鸣的球 Quiet 肯 as 定还是 possible, 可以啊，please. 在深州来讲肯定算数一数二了，这我知道啊，我跟雷鸣是算同一波的嘛，我们俩当时深州都是属于后辈嘛，那会儿是2000年前后啊。这样想学球的、想考级的啊，关于分级的这些事情都可以加我们微信客服啊，1855-1588-5147。冲球啊，冲球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网站上看看，我们有郑宇博的开球教学视频啊，开球教学课程，可以去看看，学3个月能到，能到啊，肯定能到3级，放心吧。一级、二级的想提高，3个月都能到3级，但是3级往上到4级，我不敢保证说3个月一定能到啊。最高73分到4级啊，4级以上水平了，4级和5级中间吧。咱们看看啊，李航能不能追回一盘啊？李航 Keep 这 the 个 noise 状 down, 态 please. 不太好。二宝9级，就是789属于职业啊，职业教美式，我们教八球的，八球和斯诺克这都没问题。对，4级以上的话，其实属于业余高手了。这个时候学球更多应该在意的就是对球的那种精细控制，也就是打薄了啊。需要对球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就是对白球的控制要更精细一点，还要怎么让自己的状态更稳定一点。小特那边是6-7啊，小特落后一盘。对对对对，学球的话，其实学不是重点啊，重点还是练，在一个正确的方式上去练，这样的话，我相信大家进步会很快。这个球要打得很薄啊，这球不能打厚了啊。好球，好球啊！这一杆霍金斯应该不好防了，应该是没有好的防守线路了。对，练肯定是最重要的，在一个正确的方式上练，那效果就出来了。如果练的方式不对，你有可能呢没有什么效果。对，一般业余爱好者应该都是在二级、三级这个阶段啊，一般都是，一般都是，很少说自己琢磨能到四级、五级以上的，很难。这一杆不好防啊，这一杆还真不知道怎么去防啊。这球怎么打呀？我是湖南的啊，湖南的。这球沉底也没法沉呢，沉底的话，左边有下球啊。哇，这个防守很有创意啊！我湖南郴州的啊，湖南郴州的。考级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新锐台球”里面能看到啊。里面有一个考试认证，一会儿我们直播的时候啊，
一会儿我会直播教学，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啊。这打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啊，白球还是两库回去，最好能藏在绿球后面。李航的防守还是比较稳啊，只不过就是给机会进攻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啊。李航这进攻现在打得不太好。我今天是直播到7点，7点我会做那个现场教学的直播啊，跟我们的美女静和啊，静和主播啊。这球还有线路能防回去。Keep quiet, please.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选手参加呀？因为现在在英国打职业赛的就有10多个中国球员呢。确实是现在中国球员也是这个力量非常强大啊。考级有什么用呢？考级的话有几个作用啊？这球看高杆能不能跑回去啊？高杆一库，要打厚一点啊，这就不能打薄了。打薄了就跑不回去了啊。球。就考级一个作用呢，就是说首先通过考级的话，你可以了解你自己是在什么水平什么段位，然后应该学什么练什么，通过考级来认清自己的水平。第二个，我们以后的话考级会慢慢的会也会通过官方申请拿到这个考级认证，也知道就是会有个等级证书嘛。同时呢，到了4级以上我们会培养教练。这球漏了啊，左上方顶带还有中带都有打。严志刚好像不太清楚哎，感谢啊，感谢我要炸青送的加油包啊，感谢发家机械送的美洲豹。对，就是这考级我们以后肯定会普及一下啊，因为任何一个项目如果想规范的话其实都有考级，包括钢琴考级啊，是吧，什么跆拳道啊，围棋啊，这都有考级的啊。这球轻了一点嘛，中带倒是可以打啊，中带可以打，这球也可以打这个球啊，也可以打中带啊，都可以，可以叫黑球，黑球右边底带可以打啊，叫黑球。Seven。不过这球形非常乱啊，咱们看看霍师傅这一杆能打多少分？这边，这边目前还没有，因为咱们还比较和谐。这一盘，小特啊，看一眼，看一眼，开始了没？还没有啊，还没有开始。对，就是防守太多的话，进攻肯定会受影响啊，肯定会受影响。可以竞猜这一杆，在那边好像开始。瞎玩那个一级嘛，也没有零级。转播小特啊，现在转播。好吧，那咱们切到小特那场啊。传球很关键呀，哎，又有进攻啊，我这球角度有点小，高杆，感谢一代天骄啊送的加油包。黄球啊，黄球能打，他猜呀是泰国的嘛，泰国的。这球低杆啊，低杆拉回来，可以去叫左边的底带啊，低杆拉回来，不要太重了，力度会不会重了？
可能重了一点。公众号啊，公众号是好像是过了一点点啊。搜索新锐台球啊，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客服吧，18515885147啊，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客服。嗯，看看，这反正有点碍眼啊，这球，要求很精细的。好球啊，有下，这一看得很准。在泰国比在中国推广还好？不会吧？那中国现在比赛那么多。请问王教练，什么原因？该如何选择劈头啊？总是伤劈头啊？你可能用的杆法可能比较那个什么呗？老是用一面去打，就是用相同的杆法去打，那你可不就是伤劈头啊？那，就是说白，你习惯用一种杆法，老用低杆打，经常打低杆，是不是这样的原因？这球有角度，能不能 K 到红球啊？高杆一库啊 ，K 到这个红球啊，顶它！哎呦，我没顶到啊！这球本意是顶了它就完美了。对，就是喜欢打低杆嘛。这球高杆打高了一点，打高了一点。这一杆防守还不好防了啊。这一杆不好解，看看是解哪一个啊？这球手架不舒服，看看能不能去解的咖啡球，黄球啊。Power on the miss, got trump ten, tipped out a new four.对，赵新彤啊，周跃龙啊，还有严炳涛、吕浩天啊，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对，长台低杆啥高杆五库啊，哼，这都是极限杆法了。我觉得中国的这种后备力量肯定比英国的后备力量要强大很多啊，尤其是九五后吧。九五后里面我英国的我还真不知道谁是九五后的啊，没怎么听说。中国的中很多呀，刚才几个全都是袁思俊，对吧？严炳涛，这都是零零后了。卢卡是比利时的吧？对，谁能是下一个丁俊晖啊？目前来看，谁都不是啊，谁都不是。因为丁俊晖想想，18岁就拿世界冠军了，现在这些学员都是属于。应该都超过18岁了啊，都没还没有一个拿冠军的了。要想达到丁俊晖的高度，必须在20岁之前先拿到一个世界冠军。啊，对，很难啊，很难。哎，这球可能位置不对啊，因为手架现在感觉很别扭。哎，感觉差不多呀。很难啊。我看看啊，对，零零后嘛，你想想，那个2000年严炳涛也是2000年的，已经19岁了，你就看明年呗，能不能？严炳涛本来还真有机会，黄球漂亮解到啊，好球好球好球！中国好苗子挺多呀，好苗子都挺多啊，后备力量太足了。啊，现在有很多，我有一个学员啊，在网上跟我学球啊，叫周金豪，现在才10岁啊，现在才10岁，在网上跟我学过的，他的斯诺克单杆最高分已经能达到100了，90多分吧，90多分，对，长滨玉也很厉害，白雨露，对，白雨露也挺厉害啊，但是我知道那个周金豪，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名字啊，叫周金豪。才10岁，现在单杆已经90多分，快过百了。对，所以跟我在网上学了不少，跟我在网上学了。哦，朱英辉那，朱英辉现在都那个什么，都挺好看的是吧？特朗普的准度上来了啊！我这球没法打低杆啊，没有打斯诺克职业没有。
啊，以前有一个小孩啊，跟我学了三年，这个球没叫好，白球贴库，不好叫位了。感谢风啊，感谢风送的加油包。对，跟国外选手比起来，确实是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我感觉这种差距可能更多是文化上的吧。看看顶粉球的效果。嗯。对，咱们未来可以关注一下吧。然后我这边可能都还是会培养一些啊，这球应该没法进攻了。来球看看。叫 Trump seven。对，严思俊也特别厉害，没错没错。其实他都会有一个怎么说青春期啊，到了某一个阶段，其实都会打得不太好。周跃龙、朱英辉以前应该是神童，我知道朱英辉那会儿确实是，哎，这球防守不到位啊，有下球啊，这个防守应该是有。朱英辉，我记得以前比他们都厉害啊！朱英辉以前比这些周跃龙啊、赵新童啊都比他们厉害，领军人物。但是后来也突然就消失了。后来吕浩天挺厉害，吕浩天后来是在这一波当中第一个来到的这个英国，但是去英国第一年状态特别不好，后来又打回去了。然后现在重返职业赛场，这两年职业赛场成绩还算不错，还算不错。第一杆右赛，严敏涛让我想起了方仲永。严敏涛进步很快的啊，这东西都是真的是一阵一阵的啊，一阵一阵的。Five。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高潮低谷。Quietly, please.这个球形现在红球堆还需要处理啊，这球低杆可以直接中低杆的右塞啊，来叫最下方的最右边的红球，零比四吧，应该还够啊，应该还够。这球现在红球不好处理啊，得找机会去 K 了，看看能不能交到难球去 K 一下，力度。哎，这角度还不错啊 ，K 吧。线路没不对啊，直接 K 中间两颗球，力度还不错啊，啊，看这球就没有打。这球有打的话，可能这盘球就悬了。15。嗯，这样这盘球应该悬了啊。对，周建豪球心态好，进步很快啊。21。感觉小特进入状态了啊，塔萨亚不妙。高杆退衣库，嗯，这个球直接先叫的粉球点右边的红球啊。27。球高杆，退衣库力度叫粉球同一个底带啊，轻了轻了，哼，还有变数啊，这以前会有切磋的啊，现在少了，现在跟小辉一般不打，我现在也不打球了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直播间啊，以后我直播的时候会
给大家有一个提醒啊，我会世锦赛我会经常给大家解说啊，尤其是小辉的比赛啊，五点和九点的比赛我都会解说啊。这一杆只能防了，把绿的踢死，把蓝的踢死啊，用绿的做啊。刘松认识啊，认识。对对对对，这个打球的就是这么多，没错啊。看看这一杆防守的效果，白球要贴库的话就还好。嗯，小王恒啊，这球好像能打吧，就看白球能不能出去了。真准，滚球左边的底带不知道够不够。哎，不够啊，不够。小特准度上来了啊，我应该坚持两点也解说呀、啊。哇塞，不，主要是我白天有教学，我有好多线下有很多学员啊，因为最近一直在做线下的教学，这个白天比较忙一点啊。播白天和晚上的嘛，夜里的就别播了啊，夜里的别播了。对，带口比排名赛带口应该大一点。嗯，这一杆防可不好防啊，打得很薄啊，超薄。我不算首播，其实以前有播过，但是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直播间嘛，可以关注我直播间啊，以后我们直播的时候会有提醒。但是今天有可能播到七点啊，播到七点。我先看看我那个学员来了没有，我们一会儿会有那个赛不够，完 low 了，中带够打，在北京啊，在北京啊，这个打进就超分了啊，两个球都是带口，中带和底带都可以打，打进超分。我的课看你怎么理解了。对，打沙海的心态感觉确实是有点崩了啊，确实是世锦赛啊，太残酷啊，太残酷。哎呦，这球就是发力避开带避开那个吊带啊，换追平了，塔萨亚这个就不好办了啊。线上学球啊，可以啊，可以，没问题。嗯，没问题啊。哇，five，对，这个费用肯定是台球属于低消费了啊。对，追平了之后，塔萨亚不好办了，除非真的是手感突然打起来了。反正现在来看这个情况不妙啊，他差呀，这个状态明显的，就感觉小特状态起来了啊，小特一下，哎呦，有漂亮，想表演一个人就打滑了，看看这一杆会不会是转折啊，把皮头打坏了就麻烦了，这样把皮头打出一口子出来，这就不好办。行啊，七比七，变成抢三啊！咱们看看，对，这杆就伤皮头啊，对，就看皮头有没有伤的，严不严重？哎，对，看看，给了个特写，导播也挺懂，
不能，要不然那你看看咱们现在。现在他能看到是吧？对对 对, 对，能看到咱们那块。Frame 15, got Trump ticket。在里面。1万多的话，咱们聊着还挺有美女，都知道。听到声音了是吗？没带麦的吗？对，麦，离得很近，露个脸。露个脸。刷到哪个落里，那我也是太怕了。对，本来我们要教学，7点教学啊，大家想看教学还是想看比赛啊？啊，我们本来7点有教学啊，线下教学教美女打球啊。哎，白球掉带了。叫 jump four。要看美女啊，那也没问题，看教学呀、啊。但这个教学是会员才能看的啊。咱们这教学不是免费看的啊，嗯，对对对，中国体育会员啊，得看中国体育。行行行，你先练练吧。对，塔菜的状态已经完全不对了啊，这个不妙不妙啊，这球可以。可以考虑打咖啡球，啊，可以打咖啡球，往这个位置走，高杆加一点右塞，嗯，对 ，five， 像比赛的教学了，嘿嘿，一试。一致要求换美女来说球啊，哇塞，你们这太狠了。好，以小特的风格炸球，哎呦我去，换了没炸，呵呵，小力推过来叫这个了，这球角度多好呢，没炸。基本也不是来看球的是吧？这球倒是可以带一下，啊，可以轻轻带一下。小特这在，是，小特，这刚才的角度多好啊，不考虑炸球，这在比划什么东西？自然角。现在球迷啊，我正在培养嘛，正在培养进和嘛，啊。14。这球多尴尬呀，这自然角敢打吗？高杆啊，一库，高杆一库，看看效果，哎，还真可以啊，能打，不过这个黑球踢死了，黑球踢死了。嗯，还能打啊，中高杆推一库叫粉球可以啊，可以叫粉球，半中带，看看角度，这低杆啊，看看这个红球左边底带够不够，够的话可以低杆拉回来啊，低杆拉回来，低杆拉回来，看看要摆回点位的话，那就这个球形就乱了啊，这个不好打了。线上教学啊，线上教学一个月是200，一年是900啊，一年是900，推上来叫黑球了啊，嗯，不是啊 ，27，又搞错了。Quiet please， 这球有静电好像是。呀，有静电。小特好像没过百了吧？小特这场比赛是不是还没有过百？哇，这球想发力去 K 啊，那觉得厉害了。Got jump 27。有啊，可能也忘了。哦，跟我谈谈线上教学呀。哦，对对对，上半场有，上半场有一个单杆赛场最高分啊，有。
对，左王有一杆，没错啊，中带打进，换，防一杆吧。我这球防守意义也不大，红球堆在球不难解啊，这球正好一库，这球是能刚好也没防死啊，右边一库过来能过来。线上教学啊，线上教学的话就是可以在网上看我们的所有的这种课程啊，我们的课程呢非常的丰富啊，课程内容这个有很多，从动作呀、出杆呀，到这个瞄准，还有加塞、高杆、低杆啊，包括发力，很多很多这个都有啊。力度，这就不好办了啊。线下也有啊，线下我们在北京啊、秦皇岛、上海都有店啊。哎，可以打绿球啊，这个角度非常舒服。看看这个球非常准啊，空心。对，高杆，刚才我也想这个线不是我画的啊，刚才我也想画这个线来的，结果因为看他瞄了一下这个球，应该有单下。哎，那个稍等会儿啊，没下吗这球啊？我去，我以为下了呢。对呀、啊，这个基本完了，咱们要不看教学吧，行吧？这我感觉这场球可能够呛了，咱们一会儿直播教学啊，直播教学。直播教学，看完这一盘啊，看完这一盘。如果这一盘小偷拿下了，咱们就开始转身教学了啊。我估计大事不妙。你看刚才十三局最后小偷大力打一个红球，结果晕进。对对对对对。意外晕进。对对，不过那是超分了，那还好。啊，对，这个大师一去确实是。直播这一盘啊，小偷打完了，咱们就开始改教学了。这个球怎么叫呢？这球好像只有这一个球有单下吧？目前来看。啊，这球要交很细呀、啊！哦，直接低杆往这个位置走，想叫这个球啊。下面，这个叫这个球其实就是看看低杆啊，看看角度能不能低杆拉回去叫粉球。教学还是这个直播间啊，还是这个直播间，只不过他是会员才能看的啊。低杆右塞，这球没有强行。哦。对，小特这回现在应该是有谱了，确实是不妙啊。所以打完这盘啊，打完这盘做教学吧，咱们就不直播这场比赛了。关注一下我直播间啊，我最近都会给大家直播这个世锦赛，好吧？大家关注一下。等着有直播的时候会有提醒啊，下一场小辉的比赛我肯定会给大家解说啊。好，大家点关注啊，感谢邹先生送的每周报啊，如果想看教学的可以留下啊，但是这个中国体育会员才能看啊，这个是只有咱们会员。不会被踢出去，只不过你可能看，你可以免费看五分钟，咱们可以先看五分钟嘛。行吧，先看五分钟啊，看看我们的这个美女学员啊，静和。其他时间有解说的时候，大家可以进来啊，这也是免费可以看的啊，
因为我这个教学的话，每周是固定的，每周有48节课啊，不是，一共有48节课啊，每周一、周三晚上。行行行，全程让出镜啊，呵呵，没问题，没问题。嗯，篮球能打，那球打进超分了，那低杆往回拉。哎，不对，这角度有点大啊，低杆能不能拉不回来？还是得吃库了。行吧，这个比赛基本上结束了，啊，不是这一盘啊，这一盘基本上结束了啊。我看这架势，如果他猜啊，要是那个逆转的话，也在直播间告诉我一下啊。我呢就不给大家解说这比赛了，好吧？下场比赛给大家解说，啊，小辉的比赛啊，我一定会给大家解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吧？好嘞，我们切到现场的。切到现场的信号，大家不用走开啊，我还是这个信号，只不过还是这个房间啊，只不过是现场的信号源，这也可以看到。可以看到我们的美女啊。好嘞，马上切换啊 ！Thank you. 43. 46.